次呢，你买酷酷会送你一条皮带之外呢，这个皮带还是粉红色的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整条皮带都是粉红色，跟裤子一样的。皮带你可细可不细，我就看个人喜好，它一样是 S M L 都可以穿。那这一件的裤长它是比较顺摆，然后比较长一点点，好，所以呢也是正常裤长，让大家上班可以穿的，好，不会过短，上楼梯、上捷运或是手扶梯都不会太短。然后一样是非常冰凉挺摆的这个西装布料，这颜色很大坨哟，因为呢你看穿了腿还是很白，而且你去哪里找粉红色的皮带，好，跟这样西瓜红的裤子这么好看显白的，真的就橘苑家了。然后打的折位也让我们远远看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纤细，那它算是中腰裤在肚脐之上了，所以你随便搭一个 T 恤都会觉得身材比例非常的姣好，它是介于米白跟灰之间，好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颜色非常漂亮，而且一样会送你一个同色调的皮带。这一套我自己很喜欢欸，因为我觉得它非常有气质。这个啊，我觉得很适合母亲节吃饭，得体好看，拍照又显白又漂亮，然后妈妈婆婆应该都会喜欢，就是又不会太露，但是又很有气质，很漂亮的感觉。